念生，我们真是缘分不浅啊，时隔多日又见面了。加藤。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我，甚至还搅乱了我在静园的宴会。我就在你面前，想杀我就动手吧。可是你现在的样子什么也做不了。别废话，要杀别杀。我真舍不得现在杀了你。我想要什么难道你不知道？你这身武功要是废了岂不可惜了？好吧，既然你装不知道，我就直说了吧。你虽然杀了我这么多人，我还是不想杀你。只要你说出情报的下落，告诉我云松图的秘密，我便保你无事。你竟然说云松图是你的？我告诉你吧，云松图还有情报我全都毁了。云松图落在我手里，将宝图一分为三，其中两块刺在这兄妹的身上。今有了三图合璧，我就能开启宝藏了。你没看我跟你李伯伯正在谈事情吗？我来不及了。有什么事待会儿再说。嗯，听话，你先回房去，爹待会儿过去啊。去呀。司令，小姐看来找你有急事，我先走了。爹，你要救救。我告诉你啊，美玉，你要是还是因为念生那臭小子，就什么都不要跟爹说。他被日本人抓了，日本人一定是为了抢占育才小学，所以才指使那个洪天寿出动，念生这才中了他们的计。爹，你要救救他，你一定要救救他。你就看在曾经他也救过女儿的份上，好吗？美玉啊，你还让爹怎么跟你说呀？啊？那臭小子公然跟日本人作对，现在的形势连爹都得给日本人几分面子，何况他，你以为他是谁啊？这是不自量力以卵击石，知不知道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什么身份啊？不要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有瓜葛，你就是不听。现在好了，出了事儿了，你想起找爹来了啊？你能让爹怎么办？爹，你也知道那些日本人他们心狠手辣的，这念生要是落在他们手里，指不定会被他们折磨成什么样呢。爹，你要救救他，你一定要救救他。哎呀，行了。美玉，
告诉你，现在外面世道多乱，每天死多少人，你让爹管，爹管得过来吗？我在最后跟你说一遍，这个事情爹肯定不帮，你以后别跟这些人瞎掺和。你不救我自己救。说，怎么会这样？加藤，你没想到吧？你最想要的东西被我毁了。别费心了，没了就没了。你毁了他，你竟然毁了他！中国人的钱来对付我们中国人吗？你真有种！你别以为你毁了图，就能了结所有的事情。就是这图毁了，我也要把你的皮从上面剥下来，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加藤先生，怎么处置他？找到情报的下落，撬开他的嘴。三天后，无论什么结果，都送他上西天。明白。虽然和我的纹身图案不一样，但我强烈感觉到我和他的纹身应该出自同一个纹身师。如果他的纹身是云松图，那么我的纹身也是云松图吗？什么目的，在两个不同国家的人身上纹下了这些纹身？白念生是什么人？父亲为什么要杀了他？什么事？加藤先生找您。就按这个电文发出。嗨。加藤先生，我的兄弟已经把育才小学的田校长都已经摆平了。好，他现在再也不敢出头露面了。您不是想要学校那块地吗？现在您就可以下手了。好，洪先生，你做得不错。你们去配合洪先生。嗨，日本人的作为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。田校长被日本人的爪牙打成重伤。现在育才小学也已经被日本人给占了。看来日本人的侵华计划正一步步地进行着，我们必须要在他们找到情报之前把他们的计划粉碎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上级指示我们一定要阻止他们，认为他们和武松计划有关。现在念生在他们手里，我们一定要把他救出来。我们现在还要尽快找到手里拿着李少飞同志情报的那个人，才能真正破解武松计划。我想通过我父亲的关系找找。
父亲能将这么大的任务交给小野君负责，看来小野君很受器重啊。还望惠子小姐能在加藤先生面前多多美言几句。那是一定的，白念生已经抓获了，也算为父亲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。他现在就像是一个废人，没有丝毫的价值。哦，小野先生所说的价值是什么呢？啊，我的意思是别期望值太高。他一副硬骨头，就算严刑拷打也不会交代的，不是形同废人吗？没错，形同废人。加藤先生，把照片尽快洗出来。嗨。不知道你现在感觉如何？虽然你毁了云松图，但是情报你一定不敢毁掉。说出情报的下落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不就是死吗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老四，三哥，三哥，嗯，你也是为了念生的事情来的吧？是啊，念生这孩子是为了保护学校才遭日本人暗算的，咱得把他找回来，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被日本人害了。我当然会想办法搭救，可要想个万全之策吧。嗯。惠子小姐，加藤先生有令，没有他的允许，谁也不准擅自闯入。你们知道在跟谁说话吗？对不起，惠子小姐，我们真的不能让您进去。让开。你背上的图案怎么来的？你要是不说，我就杀你。你们不是一直想这么做吗？少废话！我在问你纹身的事。别想。都被我毁了。毁了？什么意思？三哥，这次的行动最危险的一步棋就拜托你了。我会安排美玉开车到日本商社的外墙下接应你们。雪茹在前门，组织市民要求日本人释放念生，你从后门进去。
站住！干什么的？送菜的。送菜？谁让你来的？是老王让我送的。老王，走。哎，谢谢太君，哎，谢谢啊。救出念生后，祥叔和美玉会带他离开日俗界。三哥，你来断后。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，后面的事情就听这位兄弟安排了。这就是日本侨汇的主楼，地下室就在前面第三个转弯处。来，现在都吃饭去了，里面只有一个看守，你对看守就说是来修下水道的，后面的就靠你自己了。明白。小心点啊！好，谢谢，我先走了。不能让日本人追上来，特别是小野和那个叫惠子的女人。放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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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他们放人！日本人不能在租界之外乱抓人，更不能侵占学校。放人！放人！加藤先生，门口有人聚众闹事，是我们涉外法权，怎么赶都赶不走。赶不走嘛，你就想办法赶走。惠子。嗨。先生，门口闹事之人还是不肯散去。这帮人都是什么人？领头的是先锋报社的主编欧阳震南，还有一些读者。惠子，白念生那边什么情况？我听看守的浪人说，他现在只剩下半条命。半条命？你再去刑房看看，现在还不能让他死。嗨，父亲。小野，去查一下欧阳震南的身份。是。放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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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封锁所有出口，千万别让他跑了。是。父亲，看情形他们是有备而来，而刚刚给您送餐的厨师我派人去找，他已经不见了，我怀疑他们是里应外合把他救走的。有内应，这是谁布的局？难道是唐纪元？小野惠子，不管是谁，一定要把他找出来。嗨，老邢，伤势怎么样了？略好些，还撑得住。孩子受苦了。我们中国人本来就应该保护好自己的学校和孩子，虽然我们人少力薄。聂生哥，你在里边日本人是不是给用了很重的刑啊？那天我们拼命想救你，但是我打不过那个日本娘们儿。说哪里话，你伤得也不轻啊。聂生，你现在待在天津非常危险，最好躲到乡下。聂生，我在乡下给你找了处房子，里面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，你只要搬过去就行了。听美鱼的话啊，多几天避避风头。不行。不行？为什么不行啊？现在天津的局势这么乱，太不安全了。现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躲到乡下去？洪天寿和日本人还在天津为非作歹。洪七这个畜生已经明目张胆地投靠了日本人，留着他必是祸害。我已经发话了，谁能除掉洪七，谁日后就是忠义堂二当家的。我去。我跟念生哥全是他们给打的，四爷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替你除掉这两个忘恩负义的东西。念生，不过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养好伤啊。没事儿，等我伤好了，我还要去印刷厂上班呢。不行，你现在的处境极其危险。我不怕。韩司令，嗯，这次怎么没看到令爱？哈，姑娘大了，管不住。可是也不能老让她天天在家里闷着，出去走走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嗯。韩小姐，嗯啊，美玉啊，嗯，吃过饭了吗？啊，没吃饭，到后边让他们给你热热，去吃饭去啊。韩小姐辛苦了，韩司令，您在这天津城，亲戚一定不少吧？哎呀，我在姨妈家都吃过饭了，别让我再吃了。啊，那你也别待这坐着了啊，赶紧后边换换衣服，去休息吧。哎呦，我还没跟你说话呢，干嘛赶我走啊？哎呀，这孩子让我给惯坏了，没大没小的。你坐坐啊。韩司令，鄙人先告辞了。啊，好，那我送送你。再见。告辞。啊，请。嗯，你呀。嗯。
怎么样，你女儿我刚才冰雪聪明吧？臭丫头，你以为就你聪明？你告诉爹，是不是又去找那个白念生去了？怎么了你？人家可救过你女儿的命。救什么命？美月啊，现在日本人已经怀疑到你了，如果要让他们知道你跟黑帮和那个白念生在一起，你说你让爹怎么做呀？爹，念生是好人。什么好人呢？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啊，我不管他是什么人，他救过你一命，可是爹也放过他一马呀，这两不欠了呀。从今以后你不许再跟他来往了。哼，我才不管呢，爱怎么着就怎么着，我就喜欢他，我就要见他，你管不着。 你个丑丫头，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呀你啊，你还让爹怎么跟你说呀？你们俩压根是两条路上的人呢，他不可能走到一块儿啊，爹能害你吗？啊，我告诉你，爹说的话肯定没错。美玉，你听好了，我不许你再说了，什么有没有结果，我已经是大人了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自己会看着办的。你，这个韩司令真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。加藤先生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，想跟你说。说。前些天我的兄弟跟我汇报说，他们监视白念生的时候发现他带着一个孩子从育才小学里出来，去了印刷厂。我估摸着，如果我们要是能抓住那个孩子的话，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白念生啊？好，这个孩子也许是突破口。你刚才说的那孩子在育才小学上学？是。嗯，孩子在咱们手上，白念生就一定会出现。牧羊镇南，孩子在我这里，若想要孩子，那就告诉白念生，让他一个人明天中午到南浦巷15号仓库来，一命换一命，如果敢耍什么花招的话，孩子肯定没命，别怪我没有提醒你。洪天寿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念生，他们抓了小智就是为了让小智当诱饵引念生出来。我们如果告诉念生，念生肯定会出来，那些人都是准备好陷阱的，念生又伤重未愈，如果再次落在日本人手里，念生肯定没生路了。我虽然担心小智，
但现在也不能让念生去冒这个险。是白念生，我是小智的父亲。既然你们抓了我儿子，应该来交涉的人是我，这跟白念生有什么关系？我写得很清楚，我要的人是白念生，如果他不来。住手！爸爸，怎么心疼你儿子了？那就快叫白念生来。记住，别跟我耍花样。白念生是不会来的，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。求求你，求你们放了我儿子吧，他只是一个孩子。再说，即便你们用他来要挟我，你们也不会得到任何好处的呀，因为我也不知道白念生在哪儿啊。你骗谁呀？谁不知道白念生在你印刷厂打工啊？你不知道他去哪儿，我还告诉你，你一定知道他在哪儿。爸爸，你，我说了我不知道，你们抓我儿子干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们自己不会去找啊！我掐死你！我掐死你！周阳先生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是谁呀？你又是谁呀？我是厂长的儿子，我叫小智，你是不是就是新来的哥哥呀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嘿，我听爸爸说的。这是我画的画，这个是爸爸，这个是小智，这个是妈妈。为什么妈妈没有脸呢？我还没见过她长什么样子。他就走了，爸爸说他去了好远好远的地方，等我长大了我才能见到他。是我不好，是我害死了他们。加藤，他杀了我所有的亲人，害死了欧阳先生，还有小智，我要去为他们报仇。念生，你冷静点，你给我站住！念生，现在不是你发泄个人恩怨的时候。要知道，欧阳先生就是为了保护你，才牺牲了自己，牺牲了家人。难道他不爱小智？难道他不爱自己的家人吗？就算你杀了加藤，杀了洪天生，又能怎么样呢？他们就都能活过来吗？念生，你要知道，现在你的性命已经不仅仅属于你一个人了，
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云松图，摧毁雾凇计划，把日本人完完全全地赶出中国，你明白吗？这种人渣居然出自我忠义堂，真后悔当初没有除掉他。我一定要除掉洪天寿和那个走狗刀疤。聂生哥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聂生，你冷静一点，他们抓小智就是为了引你出来，你现在去报仇等于自投罗网啊。要想制服加藤，一定要先除掉洪七，可他如今是日本人的走狗，是加藤在天津卫的一条胳膊，除掉他难呐。四爷，我有个主意。说。洪天寿有恃无恐的和加藤狼狈为奸，如果我们现在硬拼的话，确实会两败俱伤。我想找个人投靠到洪天寿的身边，这样一起把他们两个汉奸除掉。但是这个人要刚加入忠义堂不久，我觉得黑娃最合适。哼，来来来，小心点，这边帮我一下，来使劲儿，好嘞，走走走。那边，哪儿呢？八哥，在这边呢。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啊！啊，你想来敢来这儿？爷，爹，走，快点，老实点。我去，快让我看看。哟，这小子是谁呀？姐，你误会了，我今天来是投靠你的。投靠我？就你小子还敢来投靠七爷？白念生身边那条狗能跟着七爷吗？姐，七爷，我真没有开玩笑，你听我说，以前我不是跟朋友偷过你东西吗？剩了一点放在家，没想到让白念生给发现了，他骂了我几句就走。可我没想到一会儿忠义堂的人把我带到唐四爷那儿去了，唐四爷就把我打成这样，还把我扫地出门。姐，其实我根本就不在乎，因为我早就知道天津的老大就是你呀，七爷。所以我今天是来诚心诚意投靠你的。他娘的，你小子还挺会见风使舵呀，知道唐四爷不行了就来投靠我们七爷。嘿，当初你小子跟我拼刀子的时候不是挺狠的吗？啊，现在被人揍了一顿就怂了？我看唐四爷做得挺好，你这小子就该揍。不过你能够来投奔我，证明你还不蠢。嗯，所以七爷，只要你说话，我愿意为你叫犬马之劳。好，那你知道白念生在哪儿吗？白念生应该在唐四爷那儿，昨天他来找我，跟我没说几句话就发现我藏的东西，然后过了一会儿唐四爷的人就来了，他肯定在唐四爷那儿。那你能找到他吗？七爷，我现在怎么进得了忠义堂啊？要不是昨天降叔手下留情，今天我估计七爷您我都见不着。照你的意思是说可以看见降叔了？能吧？什么叫他娘的能吧？大
到底能不能？能。看不清黑夜淹没风景，听不清远方歌声空灵，雨不停路泥泞，扭曲了我的背影，笑眼中前行直到天明。数不清多少树叶飘零，湖面晶映出我黑色眼睛，江岸亭共享太平是你对我的叮咛，烈火烧不尽我的坚定，烙在身体的印融入血里是我的宿命，疼痛才能上的四个字天下太平，烙在身体的烟融入血里是我的宿命，疼痛才能够让我更加清醒，血色染红天和地为你换一片宁静，烙印上天下太平。